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现在非常火的机器啊，这个玩意一出来，整个数码圈子都真香，是吧？这个配置、这个屏幕、这个规格，看起来简直无可挑剔了。合着张老板将就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讲究一回啦！我们今天就来亲身实践一下，看这个一加七 Pro 到底香不香。节目开始之前，先要感谢索泰赞助了本期节目。索泰最近开启了 UP 主招募活动，你可以参与活动，成为索泰官方合作 UP 主，获得索泰显卡的首发优先试用机会。赶紧关注索泰科技微信公众号，回复闪亮 UP 星星就可以加入啦。十位获选同学将可以免费抱走 RTX 2060至尊 OC 显卡，更有万元现金红包等你来拿。如果你也喜欢创作的话，就赶紧参与进来吧。不瞒你们说，我看上一加七 Pro 呢，其实主要是看上它这个外观啊。一加七 Pro 的这个外观设计，几乎是把这两年的旗舰机的优点都涵盖齐了。正面一块曲面的全面屏，屏占比超级高；侧面金属中框，质感不错，而且和曲面屏的过渡很自然，没有大的接缝，没有感觉到割手。转到背面，哇，这个流光，对吧？哎呦，真的好看啊！尤其是这个蓝色版，你感受一下它的光泽，有一种神秘的面纱感啊！而且表面使用了一种很亲肤的顺滑的磨砂材质，摸起来的手感也不错，还不容易沾染指纹。只可惜这个蓝色的版本非常的难买，我们也是加了200块钱才拿到手了。普通的黑色版就没那么好看了。摄像头中置三摄红绿灯，设计上中规中矩，没什么特点，但这个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正常的三摄设计了。我很庆幸一加设计师至少脑袋还没有被门夹过啊。和去年的 Vivo Nex 一样，一加7 Pro 也使用了升降式前摄，这个前摄同样也支持跌落保护，检测到掉落就会自动收起。至于它的拍照素质，我们之后会给大家分析啊。同时一加7 Pro 也搭载了屏下指纹，而且解锁速度给快给快的，基本上是秒进桌面啊，这个体验还算不错。机身厚度9毫米，重量206克，和 iPhone XS Max 差不多，还是有点重的。如果你用过苹果、三星、华为的旗舰机，你应该会有一种感受，就是他们虽然硬件配置甚至长的样子都和小米、魅族的低价旗舰差不多，但是摸起来的这个手感啊，还真是有点区别的啊。你拿在手里确实能够感受到华为和三星的旗舰他们这种精致感，他们这种严丝合缝的做工啊。那么一加七 Pro 怎么说呢？有点这个意思了，但是又缺点意思啊。相比之前的机型，7 Pro 的做工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不管摸起来也好，模具的精细度也好，都上了一层楼。但是首发这批机型又偏偏遇到了一些品控问题，比如很多同学反映摄像头进灰，对吧？我们这一台主摄也进灰了啊，有一粒小小的灰尘。再比如屏幕顶上这个位置，做工是有一点粗糙的。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，但总归会给人一种不那么精致的感觉。还是希望一加在之后的批次里可以加强一下品控吧，这台手机才真正配得上旗舰的名号啊。撇开这些小毛病不谈，这台机器的外观总体上我还是蛮喜欢的，给个9分吧，在我心目中略输于犯的差。聊完外观，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块屏幕。张老板说这一块屏幕是整个手机里最贵的部件，想想也是啊。三星家的 2K Plus 90Hz AMOLED 屏，3120×1440的分辨率，500多的 PPI， 支持 HDR10+， 为一加专属定制啊，这个待遇真的是比三星自己的旗舰还要好了。从硬规格上讲，这个应该是和大法平起平坐的最顶级的屏幕了。这么牛逼的一块屏幕，具体的素质怎么样呢？我们拿爱色里的 IE Display 测了一下，实测色域覆盖 99% DCI-P3 92.4% 的 Adobe RGB， 确实是顶级的水准啊。当然光看色域还不够，我们测了一下色准。一加声称这块屏幕的色准是在手机里数一数二的，那么我们实测下来也确实是这样的，平均 Delta E 只有 0.31 啊，最高 Delta E 也不超过 1.05。 说实话，这个色准表现甚至已经超过一些出厂角色的专业显示器了。除了顶级的屏幕素质之外，这一块屏也同时支持 HDR10 和 HDR10+。 HDR10+ 是三星推出的 HDR 标准，不仅带来了高动态范围，让画面的颜色更加生动，还能动态调整每一帧的亮度，达到最好的 HDR 显示效果。
听起来很牛逼，但是目前只有亚马逊 Prime Video 支持这种格式，而且我们试了一下，亚马逊的 HDR10 Plus 目前也不支持手机端，也只能在三星电视上使用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 Plus 其实也没什么卵用。不过对 HDR 的支持也意味着这台机器的最高亮度非常的恐怖，日常使用可以达到413尼特，我们使用 HDR10 的样本可以最高飙到712尼特啊。根据官方的说法，这个屏的局部最高应该可以接近800尼特，真的是亮瞎狗眼啦。另外，关于屏幕，大家都很关心的另一个话题就是调光方式了。毕竟一加之前也是翻过车的，是吧？一加7 Pro 默认情况下依然采用了 PWM 调光，低亮度下还是会有屏闪的。但是通过系统更新，现在也提供了 DC 调光可选。那为什么默认不用 DC 呢？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可能是因为 DC 调光会影响到屏幕的色准。在 DC 调光模式下，我们测出来平均 delta E 会增加到 3.28， 明显就不如之前的 0.31 来得准了。我觉得一加可能担心他们的屏幕在评测机构那边的成绩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没有直接用上 DC。 但如果你对颜色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到系统菜单里有一个一加实验室，里面就可以开启 DC 调光了，日常使用上也会感觉舒服一些。这一加7 Pro 的屏幕确实有点意思，但我们不要忘了，这还是一台855的旗舰机呢，性能自然是它的重头戏。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跑一下分。首先，安兔兔总分37万分，算是高通855的正常水平吧，和小米9差不多。Geekbench 的 CPU 测试我们也能看出来，由于 A12 的 CPU 部分挤了点牙膏，所以855总算也是能赶上苹果阵营了，能稍微喘口气了， CPU 还是可以的。但是 GPU 部分，我们看 GFX Bench 的成绩，855和苹果的 A12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。 A12 的 GPU 确实很强啊。你看高通现在每年的目标就是追平苹果，去年追 CPU， 今年追 GPU。 作为一个游戏玩家呢，我肯定还是希望 GPU 上能来一点提升啊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跑了一下 Android Bench 的储存测试。一加7 Pro 作为第一台用上了 UFS 3.0 闪存的机器呢，储存性能确实还挺牛逼的。顺序读1460兆每秒，顺序写385兆每秒，已经快要赶上 iPhone 的 NVMe 固态了。对于游戏的加载来说，还是很有帮助的。随机性能方面，由于一加采用的还是传统的 1XT4 文件格式，而华为 vivo 的 FRFS 系统对于随机性能有一些神奇的影响，所以这里就仅供参考吧。一加7 Pro 的成绩看起来比较难看啊，但实际上算是正常发挥，只不过这个成绩相比以前的一加机型同样也没有什么提升，所以 UFS 3.0 的主要功效应该还是在顺序读写上的。跑完了分，我们来看看实际游戏。那么吃鸡农药那些我们就不测帧数了啊，855跑起来都是 gay 快 gay 快的，已经没有什么测试的意义了。我们直接来看看比较高压力的测试，崩坏3。我们所有的机型都开到最高画质来跑一下 S 难度的 4-16。女王神同时登场，全屏放特效，这么复杂的画面，就连 10S Max 都很难全程保持住60帧啊！搭载了855的一加7 Pro， 平均可以跑到44帧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都有掉帧出现啊。不过崩坏3大多数情况下的画面还是比这个场景要来的轻松一些的，平时基本上可以保持住60帧的帧数。此外，我们还测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游戏《尼米亚传奇：光明山脉》。这个游戏画面也很精美，剧情也很棒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么一款小众游戏来测试呢？你进这个画质菜单看看就知道了，分辨率自由调整，各种画面选项自由调整，锁帧也可以去掉。那不仅安卓上如此， iOS 上也是如此，两边使用的也都是 OpenGL-ES 的 API， 测这个游戏可以非常客观的反映跨平台的性能啊。那我们把分辨率全部开到 1080p， 开启全部特效，一加7 Pro 平均可以跑到32帧，表现还不错。相比845和980的机型，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当然和 A12 依然有些差距。不过光明山脉不锁帧的特性也让我们另一个测试得以进行了，也就是烤鸡温度测试。先来玩点简单的，30分钟王者荣耀特效全开60帧，三台手机同时运行，这个项目比较符合实际情况，压力不算很大。三台机型呢都不是特别的热，那相对来说 iPhone 的发热会更大一些啊，摄像头底下那一小块可以达到42度以上。而一加7 Pro 的热源同样也集中在左上这个位置，最高温度39度，比 iPhone XS Max 要稍微好一些。华为 P30 Pro 的情况是最好的，机身背部的最热位置没有超过36度，边框最高也就37度，算是比较凉快的啦。看完现实场景，就该轮到极限烤鸡了。三台手机都不锁帧，开启最高画质运行光明山脉，
这一次的压力就比较大了。看起来 iPhone 仍然是很火热啊，摄像头底下那一块已经飙到了46度的高温了，已经烫得不行了。边框稍微好一点，最高温度42度左右。不过这一次搭载了855的一加7 Pro 更加恐怖，背面的温度同样是接近46度，但边框更是达到了47度的高温啊，手机几乎已经没有办法握持了，非常的烫手。这个时候的游戏也受到了影响，由于核心温度高达75度， GPU 降频至了500兆， CPU 也降至了平均 1.5G 左右，帧数有一定程度的下降。相比之下， P30 Pro 的发热是三者中最低的，背面最高40度出头，侧面最高42度多，还是可以接受的水平。总的来说，一加虽然用上了大热管石墨烯液冷散热是吧，名字听着屌炸天啊，但是855还是那个855，该发热的总得发热的，一加7 Pro 也就差不多能压住的水平吧，如果不是极限游戏的话倒还能接受。说到游戏，我们也不能忘了一加7 Pro 这块90赫兹的高刷新率的屏幕。当一加7 Pro 公布配置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哇，这个屏幕简直就是玩游戏的终极屏幕了。只是很可惜，经过我们的实际验证，发现在一加7 Pro 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游戏能支持90帧运行。我觉得非常奇怪啊，因为之前在测 ROG Phone 的时候，早先一些只针对雷蛇手机优化过高刷新率的游戏也都可以直接在 ROG Phone 上跑到90帧，不需要额外的补丁或者操作，包括虚荣啊、狂野飙车9啊，这些我们在去年的游戏手机特辑里都有跑过，90帧真的是毫无问题啊。可是一加7 Pro 这一次，不管是虚荣也好，还是狂野飙车9也好，这些我们已知的都支持高刷新率的游戏都不让跑90帧，狂野飙车9甚至默认只有30帧的帧率，难道说游戏厂商都故意不开放高帧率吗？不可能吧。所以我想通过修改文件的方式，看看能不能把游戏修改到90帧运行。这个过程就比较曲折了，我先是把轻 OS 刷成了国外的氧 OS 系统，然后又花了一天时间把这台刚上市的手机给 root 了。你没听错，刚上市就能 root， 我也是挺佩服一加的。root 之后，我赶紧找到了狂野飙车9的配置文件，做了点修改，把帧数上限提高到了90帧。然而这样进游戏之后，帧数也只是提高到了60帧，并没有解锁90帧的帧率。无奈之下，我又想了一个馊主意，既然 ROG Phone 已经支持90帧运行了，那如果是游戏厂商故意不开放90帧的话，那我把这台手机伪装成 ROG Phone 不就行了吗？说干就干，我们来编辑一下 build.prop 文件，加一行关于 model 的描述，写上 ROG Phone 的型号。嘿嘿，我们现在已经被认成了 ROG Phone 了。来，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狂野飙车9。哎呀，可惜还是60帧啊，实在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限制啊。但是游戏还是成功的把我们认成了 ROG Phone。而且最骚的是，狂野飙车9居然送了我们一个败家之眼的专属贴纸，哇操，我们这是因祸得福啊。不过至少我们明确了一点，一加7 Pro 不能随随便便跑90帧的游戏，哪怕其他手机上能跑到90帧的也不行。而且这并不是游戏厂商所争，很可能是屏幕驱动层面或者系统层面导致的。一加曾经宣布过和腾讯的合作，说 QQ 飞车可以支持90赫兹的刷新率，但是 QQ 飞车我们目前跑下来也只能跑到60帧。我看官方的消息说，90帧的 QQ 飞车要等到下一个补丁大规模的更新引擎之后才能提供支持。这个说法让我更加确信了之前的猜测，诚然这个90赫兹多么诱人，但对现有游戏的兼容性真的是够差的啊！我们要想真的在游戏里利用上一加7 Pro 这块屏幕，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。说实话，一般的手机游戏还没有办法完全利用完855的性能，所以我认为像一加7 Pro 这样的旗舰机，更好的归宿其实是拿来跑模拟器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豚模拟器，试一试 GameCube 和 Wii 上的经典游戏能不能流畅的运行吧。首先来一个比较吃配置的游戏，马里奥银河2，这个算是压力非常大的 Wii 游戏了。你看70980也只能跑到平均33帧，而用了855的一加7 Pro 可以跑到平均46帧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，基本上可以勉强流畅运行。模拟器上不光能够运行独占游戏，还能跑很多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经典大作，比如说极品飞车9。以往这个游戏在手机端跑起来是比较吃力的，但是855现在也可以跑到平均45帧了，全程操作起来基本上不卡了，至少正常玩是没什么问题了。最后我们来试一个轻松愉快更适合手机的游戏，新超级马里奥兄弟 Wii。 这个游戏的图形压力不大，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开到3倍分辨率，以 1080p 运行，这个画面就非常的清晰，非常的舒服了，我觉得都不输给现在手机上的一些大作了。
三台手机都可以跑到平均40帧以上，一加7 Pro 可以跑到平均47帧，但是这个游戏是标称60帧运行的，所以47帧依然感觉不太流畅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一些小技巧了。刚刚我们已经 root 过这台手机了，所以说我们可以下载一个内核修改工具，把855的八个核心全部定在最高频率，防止手机降频。GPU 我们也可以定在最高的585兆，然后我们的策略也可以选择 on demand 实时运行。这下再来玩超级马里奥兄弟 V 就可以全程跑满60帧了，体验非常流畅，代价就是发热高了不少，但是这游戏终于能跑动了，这点还是让我很开心的。性能不光是体现在游戏上的，很多同学买一加二手机是因为它的系统。轻 OS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应该是最轻的国产 ROM 了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多余的东西。那我这个更狠啊，我刷了氧 OS， 基本上 UI 布局这一块和原生安卓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。本来一加系统就已经很顺滑流畅了，这一次又有90赫兹的屏幕加持，用起来真的太舒服了，感觉光是滑来滑去就已经快要上瘾了。不过有同学反映啊，一加的触摸屏存在一个鬼畜的问题，屏幕会自己乱跳。哎，巧了，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也遇到了鬼畜，在网络信号大师这个 APP 里面，应用会自己左右乱滑，这个目前看起来有可能是软件层面的 bug。所幸这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问题，我只在这一个 APP 里遇到了这种情况，所以等一个系统更新吧。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，一加7 Pro 刚上市就可以解锁，可以刷 recovery， 可以 root 了。对于我这种喜欢刷机的同学来说呢，简直是喜大普奔啊。在玩机折腾这个方面呢，一加和小米一直是国内做的最开放最友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其他厂商尤其是一加的亲兄弟 OV 真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。接下来就该聊聊敏感话题了，相机。这一次一加7 Pro 采用了广角加中焦加长焦的三摄设计，主摄 IMX586 4800万像素，支持光学防抖，堆料肯定是堆足了。实际的样张呢，你们可以自己体会一下，看看哪一个更符合你的审美。总的来看，一加7 Pro 的相机硬件素质足够高，而且成像风格是偏暖偏明快一些的，我觉得还挺适合日常拍摄的。美中不足的是没有 AI 的加持，可能不如华为来的这么适合场景一些啊。那这一次一加的夜景模式做的也挺好的，可能放大了看细节还是不如 P30 Pro， 涂抹依然有点明显，但是整体的观感上还有曝光的控制上，我觉得还是完全 OK 的。再来看看视频拍摄，华为是这三个里面画质最烂的，但是防抖做的还可以。一加7 Pro 的防抖不够好，但是视频素质要远远好于华为 P30 Pro。至于前置摄像头，我觉得一加7 Pro 还算比较均衡吧，没有像 P30 Pro 那么美白，也没有像 iPhone 那么真实，对吧？反正我还是挺喜欢的。讲完了拍照，我们来聊一聊外放。一加7 Pro 和 iPhone 一样，搭载了立体声双扬声器，而且是支持杜比全景声的。实际的听感，我们准备了一段音乐，你们可以自己体会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续航了。虽然一加7 Pro 配备了4000毫安电池，但是这一块 2K 90赫兹的屏幕实在是太耗电了。实际跑下来 PC Mark 的续航成绩也就8小时39分，不如上一代的一加 6T， 也不如小米9，也不如华为 P30 Pro， 也不如三星的 S10 Plus。说实话，在2019年的旗舰里算是比较寒酸的了。但是对比一些小屏机型和前两年的一些老机型，还算是可以接受吧。其实一加7 Pro 的电池容量是足够大的，所以说待机表现还可以，但如果你要经常刷 B 站，经常看新闻看剧的话，确实有点不经用啊。不过快充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续航的短板，
一加7 Pro 用上了30瓦的 Warp 闪充，实测从 1% 充到 50%， 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从 1% 充满总共花费了一小时20分钟，速度还算是挺快的吧。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项目啊，一加7 Pro 并没有通过 IP67 的认证，官方也没有说过这台手机防不防水。那我对于防水这个事情是很敏感的，曾经我也不在乎防水，结果我的 Mix 2死在游泳池里了，所以我们打算亲身实践一下看看啊。首先简单的泼溅，哎，我把手机这样放进去，对吧，这样沾一下水看看啊，就是模拟一下简单的泼溅，好像没什么大的问题啊，还是亮屏的。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泡在水里泡一会儿，看看它会不会出事啊，还能加点水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会儿看看它会不会进水。好的，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的时间了，我们看看这个泡水的一加7 Pro 到底有没有出什么事儿。 OK， 基本上还是亮的啊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摄像头，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前摄啊。 OK， 前摄还是在工作，不过前摄里面你看可以看到是渗进去一点水了，渗进去一点水了，但是还在工作啊，还不错吧。主摄的话好像也没有进水啊，也没有进水。这个手机算是通过了我们5分钟的简单泡水测试。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狠的，就是把它泡在水里跑一个分看看。首先我们还是使用内核修改工具，把这个手机的主频啊定在最高频率上，对吧，我们把给它超个频，然后我们打开安兔兔来跑一个分看看啊。超了频加上有水冷的加持啊，这个一加7 Pro 的跑分能有多少呢？好了，我们的安兔兔已经在水下跑完了，最终的成绩是371792，好像也就那样吧，没有比刚才高多少，就高了几百分而已，基本上是一个误差范围。也就是说安兔兔其实已经榨干了手机芯片的性能了，并不存在什么过热降频的问题啊。很可惜，伴随着这个令人失望的结局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吧。总的来说啊，一加7 Pro 长板够长，短板也不算很短，长得嘛也挺好看的，算是一台很均衡的旗舰机了。低配6G 加 128G 卖3999，价格真香。但是呢3999不能选蓝色版啊，真不舒服，所以我果断加钱选了8加256的蓝色版，4499的价格同样也挺香的。至于12加256的皇帝版嘛，除非你抢不到货，否则我感觉没什么必要。以上就是本期一加7 Pro 评测的全部内容了，怎么样，看完之后有没有一种想买的冲动呢？别急，前提是你得先抢得到才行啊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强按点赞键，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